来一下，你是不是渴了？我们卡帮你，不好意思。饿了吗？先咬一点点去。哎呀！他笑出来了。来一点好喝的汤，耶耶！哦哦，我的马桶。嗯，好，这计划是我们家妹妹想出来的啊，由我们妹妹解释一下这次游戏的规则。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呢，每个人的头上会有三个指令，三张牌啊，要陷害对方，做出头上的三个指令，选中就输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惩罚在这里，先不说谁输，我们就要抽了，来吧。就是边吃边聊天，就想办法陷害对方啦。你头发多少？多一下。哎呀，摸头发，直接揍。想要加个火。你说干嘛指我？我有一张纸面，是不是？动作。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？好嗨哟！让我。现在本身养六只狗。六只狗很厉害的意思。算是蛮骄傲的一件事情。我太骄傲。太骄傲了，你输了。夸奖自己啊！无形中就被打脸了。Nice！ 金刚钻快打别人了。算了算了，你打到别人了。我们四个互相模仿。你们 Q 啊！好呀！像我就喜欢蔡依林啊。我刚讲了。应该也是蔡依林。超棒！棒到呢，你都中了呢。大概讲了蔡依林啊。这个讲很久哎。这个女生剩一张了，我觉得很快。啊，手托腮。怎么了？我手怎么了？干嘛？你们想看我的手是不是？我手怎么了？这里有一个。我眼睛怎么不好？对，你是不是输了？你就是要抽惩罚啊！我看你手怎么样？我看啊，怎么了？好看。好了，送给你啦。小叮当，顾名思义，看过小叮当的手嘛，就是圆圆白白的。好，我们输的人就是可以不用再继续参与贴头这个部分。我现在是头上最多牌的人。你可以拿一块肉给我吗？我想吃东西。给钱啊！我是你要换牌，我不管啊。再换牌的不行。OK。我是一张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好难哦。我是关主，你们对于依依这个人有什么想法？麦克风。我觉得其实脾气算是不错。哦，脾气很好。过。换你。活泼。可爱。啊。好一个称赞别人啊！两个都挂了。笑错了吗？嘿，哎呦，亮亮，我们死了！我很长，你的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！来啦来啦！奇怪，这是我自己要吃的，为什么要喂你呢？我今天最怕了，好险还是越怕他，他越找上你。你是不是渴了？我们卡帮你，不好意思。饿了吗？先咬一点点去。他笑出来了。来一点好喝的汤，耶耶！哦哦，我的马抖一抖。他在咬光这一碗。可以加汤吗？炸酱面汤。今天难得包包赢阿伯怪，哎呀，敢不敢外唱？以往过去玩游戏，我从来没有赢过阿伯怪，今天他输了，不要脸的想血池。我觉得我就是要跟你凹一回啦。他等一下会输更惨，单张啦，中一张就结束，好不好？这么硬哦，看清楚了。对，我们接下来 PK 啦。要啊！问你来形容今天吃的食物感觉如何？哦，这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吗？对，这是我提出来的问题。疑问，噔噔噔噔，你开始弄它。啊 ！Oh my god！ 你没败，命中注定不给你翻版，我还是赢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到此为止，包括今天算是完胜，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就跟我永远都比阿伯怪帅气。龙虾熟了吗？龙虾。龙虾记得每周一天晚上十点，有准时上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订阅在 Facebook 还 Instagram， 我是依依。
姐和兄弟，一拉一拉。